灰熊队扣这场比赛。这个球打的结实，左岸也方向，左岸说往后退退退退退。当年威权龙对战统一师，靠着张泰山一口气拿下两分打点，最后赢得总冠军赛。夺冠那刻，红色彩带满天飞，还有球员被举在空中欢呼，总教练徐申明也开心握拳，向球迷鞠躬致谢。只可惜好景不在，即日起比照三商模式退出中华职棒联盟，并解散球队。解散魏全龙让球迷超心碎，甚至走上街头拉布条抗议。如今过了20年，传出鼎新有意重组球队，很有纪念价值。谁的？罗世信，这就是以前他魏全龙队的。赖先生从12岁就开始看职棒，30年从未缺席，但他认为魏全龙能否复活还有很大变数。我转形象吧，如果直觉上来讲，对啊，因为正要做早就做了吧，不会等到过了那么久。球迷那么盼望，一部分不免是为了支持魏全龙的明星球员，包括全垒打王张泰山，19岁加入创最年轻纪录，也是7年新人王，生涯全垒打、安打、打点共8项写下纪录。魏全龙是中职元老四队，除了元年夺冠，更在1997到1999连拿3届冠军，无奈3连霸之后宣布解散。就是蛮期待之后魏全龙可以继续回归球场上，然后让职棒可以慢慢朝6队，可能甚至8队这样继续发展这样。年轻球迷认为球队数量越多越好，但老球迷却觉得，如果鼎新真想经营职棒，当年就不该解散魏全龙。就连已故总教练徐申明也曾说过，来了魏家才知皇家好。如今中职第5队露出曙光，球迷们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记者郑宗宏台北报道。